平安。今天开始，小猪猪陪你，陪你睡觉，再睡回笼觉。嗯，开心啊！哎，你开心啊！睡宝宝，喝宝宝，再睡一下回笼觉。小泳裙早安。小泳裙，小泳裙啊，喝奶奶哦，你又在喝奶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脚脚踢踢的，小泳裙，你终于回头了，啊，脚脚踢踢的。棒哦，你好棒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棒好棒哦，哇，那个腿抖的嘞，好可爱。小泳裙和妮妮有新招，慢慢喝，你好可爱。这个是错不准，换香不准。
你为什么拍自己的不妥？你拍自己的不妥，是不是？小勇请问你饿了，肚子饿了哈，脚脚踢踢嘞，那你脚脚踢踢嘞，你好棒，小勇请最棒了，最棒了，春妮妮还会脚脚踢踢，好，慢慢喝，Happy Nanny Time， 小泳裙的 Happy Nanny Time， 你脚脚踢踢嘞，好了，不踢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专心喝奶奶，一首你脚脚呢？脚脚点完了，因为是脚脚点完了，好像不服啊！维秀，维秀，维秀，好吗？屁屁，拍拍屁屁嘞，衣服扣上。小泳裙，哟，今天是最后一餐了，你要喝宝宝啊，小宝宝喝宝宝啊，慢慢喝哦。喝完，等一下妈妈帮你念故事书。彼得潘的故事有够长的，看样子短时间是念不完了。然后念完故事书，帮你刷牙牙，然后就睡觉咯。慢慢喝，要喝光光，喝宝宝。温蒂当了那个小男孩的小妈妈了，然后，他们去海边玩，然后温蒂很想跟人鱼做朋友，但人鱼不跟彼得做朋友。然后印第安人，怎么讲呢？因为海盗来了，哦，海盗来了，大家，彼得叫大家提高警觉。所以他迅速潜入水中，躲在岩石后。果然，真有一艘海盗船接近了，有两个喽啰在划船，而印第安人加泰里利被绑在船上。加泰里利不愧是酋长的女儿，非常勇敢。来，这本书给你，你玩你的叔叔啊。我加泰里利是酋长的女儿，非常勇敢。他因为潜入海盗船被捕了，就在这岩石上把他解，就在这岩石上把他解决吧。喽啰把李丽拉起来，彼得想救李丽，
于是模仿侯克的口吻说：“喂，手下们，待会我要去到那边，在我去之前，先把那印第安人放了。”喽啰们都很惊讶：“快点，不然铁钩就会落到你们的头上。”喽啰受骗，把绳索解开，李莉马上窜入水中逃走了。当彼得自认为干了好事时，真正的侯克声音传来了：“喂，手下们，李莉在哪里？”你玩猪猪啊，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弟弟吗？到您的伤口把他放了。见鬼，谁叫你放人？侯克大声嚷嚷着：“你早就交代了。”好了好了，你要翻书吗？你要翻书吗？我们来看这个 Vicky 的书，好吧？Vicky 的书就可以。这是 Vicky 的秘密啊，粉红色的秘密 ，Pink 秘密，那个 Blue Vicky， 我的姐姐家了。是谁谁？还是谁谁谁谁？你这边衣服的是谁？跟你的口水对不对？小幼群，你吃你的粉红色猪猪啊？粉红色臭猪猪，叫粉臭猪。好了，你要睡觉了，好，不抓头头，不抓头头了。嘴嘴，嘴嘴在哪里？给你。好，小永群晚安。小永群呢？你在帮妈妈擦地板呢？哦，擦得好认真哦。那你每个角落都要擦到哦。哦，换另外一边擦。小永群，你好认真，你好棒。你要擦维尼吗？你要舔维尼，你要吃维尼。尖叫！去擦地板，帮妈妈擦地板。会不会擦地板？哦，擦地板，好棒！小永群好棒！啊，擦地板！对，擦地板。丢呼吸。丢呼吸。